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达克，欢迎来到地层邂逅记忆重景哦。今天来帮你上课，哈哈，这是新的卡池，但是也算是这个复刻版再出的卡池。那我就先讲这两个就好了。新生迷宫偶像卡池哦，第一个要讲的是卢涅，这是第一张卡片，它是纯魔宫型。然后必杀技呢，敌方全体超强威力高确定穿透地魔攻，发动时一魔力上升，同时三回内自身的敏捷魔力还有地属性 damage 上升 60%。 尚可第一招全敌方全体强威高确定反击不可地魔攻，同时自身追加两回合全体弱威地魔攻。然后第二招敌方全体快速中威力地魔攻，发动时一魔力上升，同时两回内自身的魔力跟地属性 damage 上升 60%。 第三招呢，敌方单体超威力高确率穿透地魔攻，发动时一魔力大幅上升，反击是用地属性魔力的，还 OK 正常啊。那这个卡池因为只有两张，所以都是冒险者，所以不是支援者就还好啦，因为支援者比较难抽。第二张阿斯菲，第一招敌方全体超强威高确率暴击地魔攻，发动时一魔力大幅上升，同时一回合敌方全体的被 damage 率减被 damage percent 减少 50%。 那第一招快速发动次回合间我方全体 damage 减轻 35%， 同时次回合追加行动敌方全体 30% HP 赋予，同时两回合内我方全体的尬度率上 20%。 啊，这很好耶，这张很好。敌方全体超威力高确率穿透地魔攻，技能发动时一魔力上升，同时我方全体 status 效果减少两回合，减少效果减少两回合。第三招敌方单体超威力超高确率暴击地魔攻，发动时如果有自身尬的上升一个的同时发威力上升 40%， 最高 80% 啦，反击是地魔攻。我觉得这有个优点，就是现在角色都改成就是我放 buff 以外，我有附加两回合 HP 恢复，或是不只是，可能不是 30%， 可能 25% HP 恢复，这样可以减少你的 buff 角，就是纯 buff 角，像春姬纯 buff 角的出现，就是放越多角色的话，你就是可以把你的输出提高。那接下来这边是讲过的，所以我就快速讲。或者是大家可以去看我旧的影片啊。那这张是利涅，还有这张是我的东西阿纳基提。那利涅这张很好，是因为它可以跟旧的利涅做 PK。必杀技，我方全体HP 最大趴1%以上的时候，我方全体一回合生存效果存在，1%未满时消失，然后同时三回合内我方全体75% HP 治愈。那第一招呢，敌方全体漫威高确率反击不可光物攻，同时敌方全体的魔力力量 HP 治愈效果解除，支援者效果除外，这招很 bug 哦。第二招快速发动四回合间我方全体必杀技 Gage 上升 33%， 同时 counter 穿透还有暴击都会上升 20%。 所以我后来把这一张换到原本的这个历练，原本历练是那个祝福，就是魔杖那一只，换成偶像这一只，我就觉得这只的实用性比较高。那第三招敌方单体强威光物攻，自身一个暴击率上升，从威力上升40%，最高 90%， 啊，其他都正常啦，没什么好特别讲。那这张卡是很特别，三张都是支援者哦。接下来我要讲右边是阿基尼特，那敌方全体超强威高确率格挡不可光物攻，发动时一力量上升，同时又和我方全体暴击跟穿透上升 50%。 第一招敌方全体中威力反击不可高光物攻，同时四回合内敌方全体被 damage 率跟单体被 damage 上升 20%。 然后第二招敌方全体超威力高确率穿透光物攻，四回合内我自身的力跟光存 damage 上升 40%。 第三招敌方单体强威光物攻，对攻击对象只有一个，同时攻击对象单体被 damage 上升效果有一个，同时威力上升 45%， 最高 90% 了，其他都正常嘛。这张剑姬是我有用的哦，我用它在荣光挑战或是打王的时候，
因为我觉得第一个他纯物攻嘛，第二个他是必杀技很棒，因为他有自身的必杀技 gauge 量增上 100%， 所以让我快速可以多放一招到两招的必杀技。第一招敌方单体超强威力火物攻，自身力量上升一个，同时威力上升 60%， 也就是最高是 120%， 同时5回合内自身的必杀技 gauge 量增加 100%， 很多、哦。那第一招敌方中体，我觉得这三招都蛮好用，因为虽然都是只有单体，中威率高确率穿透火物攻，四回合内敌方的物耐跟火耐减少 30%。第二招，敌单体强威高确率格挡不可火物攻，放时，我方同时三回合内我方魔耐物耐上升 30%， 所以其实这 buff 很头。然后第三招，敌方单体超威率穿透火物攻，同时2回合我方全体力跟火属性 damage 上升 30%， 这张很好。历练这三张其实都很好啊，只是我都有了。就是这样，那这个是妖精，菲鲁卫斯啊，魔攻敌方全体超强威力高确率格挡不可火魔攻，发动时魔力上升一回合内，我方敌方全体火耐减少 50%。 第一招呢，敌方全体快速中威力火魔攻，同时四回合敌方全体的魔耐敏捷跟火属性耐性减少 25%， 尚可。这边的卡池就还好。第三招，敌方全体超威率高确率格挡不可火魔攻，发动11魔力上升敌方全体 25% 封印赋予，这边真的都还好。第三招呢，敌方单体强威率高确率穿透火魔攻技能，发动11魔力上升，同时敌方单体 50% 赋予的封印，50%算高了，必杀技这边都正常了。那这他们这边都是昆虫杀手嘛，昆虫杀手的重点就是对于我们这次的那个七斗，我都忘记叫什么，再来就是有 buff 加成。接下来雷菲亚纯魔攻，然后敌方全体超威力高确率格挡不可火魔攻，发动11魔力上升，同时一回合内敌方全体的火属性 damage 上升 65%， 算高。正常招的第一招，敌方全体快速中威力火魔攻，同时三回合我方全体的魔耐、魔力、敏捷跟火属性 damage 上升 25%。第二招，敌方超威力穿透火魔攻，发动11魔力上升，同时 30% 挑逗，就是挑衅处语啊。在第三招，敌方单体超强威力格挡不可火魔攻，发动新魔力上升，有赋予单体的时候，赋予挑衅的时候 60%， 这只有 60%， 所以不会再上升。我们 60% 挑衅。这招是剑姬，我觉得这张卡不好用，就这样。然后我会抽这一边的，因为我希望抽到右边的，增加我的卡池。那提醒一下，这次的全部都不是限定角色，所以你用英雄之证集满三次就可以了，就可以兑换，兑换那个可以更新强化他们的红石。然后我觉得支援者的那个那只男的，我有点忘记名字了。它是好用的，对于火队跟光队是好用的。通常这样讲就是立 flag 嘛。好的，但我也不想抽，就这样。谢谢大家，我们大家下次见了，拜拜！喜欢我影片的话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